下来，洗菜会不会记上一次比舍马足球 PK 战，他也是黄金进球，帮助蓝队获胜，现在会不会有机会再次建功？哇，你看看，先去跟球培养感情，很好。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很急，慢慢来，慢慢开始。坦白说，压力真的很大，想的是一定要把它守下来，没守就输了。洗菜七家，哇，球进！上了，你看他现在照例要跟球培养一下感情。上一次比赛，洗菜踢五球进三球，哎，哇，这命中率太高了，对，六成的命中率，哎。比赛啊！红箭，红箭。被炸破一样的模式，再进老位置，老方向，哇，六球进四球了。老天保佑，我觉得当下我比确定我是比上次紧张的，因为我知道全部人都对我有期待，所以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跟球培养感情，好险有用，然后很幸运踢进了两球，我不打篮球了啦。